常常表现为咽部干痒、发胀、堵塞感或异物感，或伴有轻咳。其症状时轻时重，病程长短不一，严重影响正常的生活质量。而天突厥内应肺系，外通气窍，为气息出入之要塞，是治疗梅核气的要穴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治疗梅核气的良方，刺激天突厥。天突厥位于颈部，当前正中线上，与喉咙的下方，两锁骨中央凹陷，胸骨上窝处即是天突厥位置。刺激天突厥可以采用点按的方法，拇指指腹放在天突厥位置，保持一定的力量向胸骨方向按压，以自觉局部有酸胀微痛感为度，保持3秒后松开，一压一松为一个循环，每次点按天突厥5到10分钟。也可以使用按揉的方法，拇指指腹按压在天突厥，然后以穴位为中心，保持一定的力量，按顺时针方向进行旋转按揉，每次按揉5到10分钟。另外也可掐按天突厥，用拇指和食指相对用力掐天突厥，以自觉酸痛感为度，一掐一松，反复掐穴位5到10分钟。还可以使用饮用玫瑰花茶的饮食疗法，取玫瑰花瓣6到10克，放茶盅内，冲入沸水，稍等片刻待茶饮，每日可饮2到3杯。以上操作方法均可单独使用或配合使用。总之，天突厥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穴位，特别是患梅核气的朋友，空闲的时候不妨多刺激刺激这个穴位，一定会有不错的效果。